大家好，这里是2023年北京杯 CS 公开接展，迪万伦展位。迪万伦，韩国的品牌，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现代和斗三，就是前身大宇的一个合并品牌。斗三挖掘机在中国的保有量也是特别特别大的，这款车性价比，无论是新机还是后期的维修保养，也都特别的经济实惠啊。咱们在这个迪万伦的展位，咱们转一圈看一看。里面是一个 LED 屏幕啊，介绍一个迪万伦产品的一个生产过程。矿石题材，这是矿山专用的。DX800HD， 说白了就是斗三，特别大啊！大概有多大？大家看一看来。迪万伦啊，我感觉它还有点 PK 的意思，像那个叫 DX800HD， 但是你看这小声的 PC1250， 还有点 PK 的意思。其实斗三的产品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对挖掘机咱们不是特别了解，但是对斗三的装载机，我的这个对它的认可度非常高啊。这也是一个矿山巨蚌DX1000HD， 咱们国内组装的斗三挖掘机最大的就是100吨的维修空地的产品。里面我带锤的，咱们转走一圈啊，看看。哎，机油缸上面还有很多这个控制油管啊，一些传感器，我觉得。从国越载发电机、小型压力或者是温度传感器，多个领域覆盖，电动一万伦，新能马达，进口的。到采用独家高性能技术，都进口。友好对待燃气发动机，这个驱动齿轮发动机技术，给客户带来更加明亮的未来。会让全世界的明天更加震撼。 1000HD 油缸属于是倒置的，按照咱们理解啊，倒置的，太大了，太壮观了。这是一个矿卡，宽体啊，42立方，75吨载容量。加大麦石，三星高速真空钢丝胎，加大麦石被咱们青岛赛轮收购了。这轮胎新胎，咱们我也一直在使用啊，特别好的一个品牌，现在给卡特啊配的也很多。来，让我先看一看，这是一个 DX560HD， 这是它的一个产品介绍，带的是锤这个。好，咱们再往里看看，这个还有一个，这也是小号的205，应该就是200呗。对吧？就205。啊，这个叫干满装。帕金斯的发动机啊。四升地气，无熏要素，也是国四的，要它不可能强调无熏要素。看了吗？这工程机械世家啊，这应该是爷爷领小孙子来看的，从小就培养是吧？干满装。哎，自动甩堵啊，这是个悬挂座。迪万伦啊，这是一个打桩机，桩机对。单打单没关系。哎，其实每年在展会的时候见到很多小朋友，都是父母或者爷爷奶奶领来啊，都是工程机械的一个世家。其实我认为参加这些展会能了解的东西啊，能学习的东西，比你去一些旅游景点真的那。更具有意义吧。DR375H 悬挂段特别大，那底盘特别大啊，多地验证，经验丰富。这边这个 DX650PD 装机，打桩机，矿山大咖。DX680HD 啊，80吨的底盘，220的破碎器，懂行的哥们可以来解释一下，在评论区啊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太大了。
有无止境的创新和解决方案，以一流的表现领先市场的燃油效率。这是一千的数据，我们提供不间断的售后帕金斯的方案支持，主泵流量3×523，第二轮3×523什么意思？三个泵吧，意思就是我们创造超值重量97.9吨，但上面斗容写的7.2。我们不仅仅生产产品，我们正在以创新的数字解决方案为生产力和安全开辟新的领域。120吨级主泵，那后处理很大啊，集中润滑世界的未来，期待行业和技术的。哎，下次里还有7箱呢，证明这些有气泵啊。可持续的解决方案，将生命的基础传递给下一代。自己再装起来。啊，他们这样吧，对，我们不装。为了你所期待的技术，太漂亮了。为了你梦想的未来，继续向前发展。走山的设备，我还是比较喜欢。继续，我们是第一万轮。帅，太帅了。